今天5月11号，来这个政务中心办点事。啊，现在已经办完了，所以出来了。对面是个老小区，这是有停车场。这边停车场非常充足，大岭山。周边都是草地、工业区。这边是一个也有很多年了，这个小区，沃尔玛在这里。今天来是办一下那个契税，因为办房产证呢需要交这个契税，因为这套房子呢是没有办法新上的，它可能是在这个推进这个新上办理系统的时候没有录入进去，所以必须先跑到这个政务大厅，先在这个爱管家上面预约，预约来之后呢。带着身份证，然后房屋这个买卖合同，还有首付的这个发票，就可以了。然后来这里，税务大厅就会有人帮你处理。处理完之后呢，他是可以现场就扣这个税费的，应该是3%。也可以呢，就是如果那个。没有带这个卡或者余额不够，可以这个，他打印一个证明，然后直接找任意一家银行，然后去现场交也可以。我今天呢就是先把这个手续先办了，之后呢再去银行交一下这个税费。交完这个呢，月税通吧，上面就会有这个。完税证明了，然后打印出来，再去那个不动产去办理这个证件。以前呢是走线上，觉得就很简单。今天就是也体验一下这个房屋中介吧，因为我们没有找中介，所以自己办的，所以也体验一下这个过程。啊，今天拍到这里。